现代泵喷嘴、拆装和油嘴压力测试工具。首先将喷油器固定到台前上，拆开电磁阀四颗螺丝，取下电磁阀，取下弹簧垫片儿、弹簧，松开两颗螺丝，取下衔铁盘，用专用工具打开烟帽，取出控制阀，将喷油器反过来测试油嘴压力。首先用专用工具松开油嘴压帽，用油嘴压力测试工具测试油嘴压力是否范围内。对准稳定口、油道口，拧紧压帽，将油嘴安装在消焰器上，压动消焰器，看是否在规定压力内。测试完毕后，按相反的顺序组装喷油器。